心轻走过他身旁，一缕清着醒了梦中人羡煞，此生唯有你经我波澜，原地里走马观花，流浪在阑珊世界去天涯。我闯你一生不管年轮，刻下几道弯，任凭江山如画，辗转流连往返，只有你留下刹那。你在那金色夜雨傍晚相遇一场，岁月散几浮华，别空空牵挂，岁月散几浮华，谁空空巡抚大人，大宁指挥司到了。来，老将，赵大人。素未远迎，有望海涵。我是大宁指挥司总兵陈一卓，大人，您这边请。喝大了。巡抚大人，为何如此严肃？大宁指挥司承蒙圣恩，多年来军纪严明，战功赫赫，众军官齐心协力，愿为天下分忧，拒敌于千里。赵大人，您一路奔波劳累，我们准备了一些酒宴供大人解乏。大人，您这边请。大人兴致不佳，是这饭食不合大人的胃口啊。咱们清贫，还望大人多多谅解。下头有事禀报。说，丰波镇官员送来熊掌十只，山鸡二十只，另有胡鸡六名，供巡抚大人检罚。大胆，军中怎容女人进入？来人，拖下去，杖八十。啊，小人僭越了。大人，您来决断。大人饶命啊。不必了吧。
赵大人，您比我官大，肯定更比我懂得安全的重要。刚才这一番闹剧，让大人您看笑话了。这以后就跟着大人您发财。来，我敬您一杯，给您赔罪了。快点快点，来，我来帮你。来，再过来两个。来，是，一二四。哎，这里面全是沙子。第一天来的吗？粮食都被陈大人卖了。卖了？都这么干，只要不饿着咱们当兵的，管他呢。来，我喝我喝。赵大人，你玩够了吧？大人，少喝几杯吧。大人饶命，让他们退下，退下，都退下。好一个总兵大人，先跟我唱一出粗茶淡饭，两袖清风。要不是事先准备一个替身，还真弄不明白你搞什么鬼呢。你对我隐瞒就是对皇帝隐瞒，这是罪一。对巡抚不敬，这是罪二。罪三贪污军粮。让我想一下，这三项罪名加在一起，至少够判你一个诛灭九族吧。邱大人，放过我家人，我愿认罪。身为一方巡抚，往上对皇上负责，往下对百姓负责。可是你这里出了事儿，我一没法向百姓交代，二没法令皇帝开心。皇帝不开心，我这个官当的就不安稳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是要认罪，让天下人都知道。风波镇出了乱子，朝中要求你大宁指挥司拨出部分军粮赈济灾民，可是军粮被你卖的只剩这么点儿。最后你贪污军粮而死，而我也因为办案不力也得死。你说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倒有个建议。大师救我。军中口粮每日减半，挨到十月，新粮一到，危机自处。大人，这饭不饱，军心有变，这是先古为将恪守的第一铁律，望大人三思啊。哎呀，看来你陈大人是铁了心要跟我同归于尽了。
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祝陈大人你子孙昌盛。大人，一切听从大人安排。妖一即是万夫长，一万个人自相残杀，剩是最后一个人，名为万夫长。请一位红妖，朝廷之事，百姓之事，就是红妖之事。是个女人，我不喜欢杀人，我就不能被人喜欢，被人疼吗？
我们已经死过了，不是吗？我要你换一种活法，换一种有我的活法。现在这条命是我给你的。 我的人啊，我要你爱我、宠我、疼我、保护我，都离开这里，过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从今天起，世上再无龙药。 赵大人，你是个好人，为什么要和陈毅卓做交易？你怎知我是个好人？放着满屋的女人不看，跑出来看月亮。大人来到大宁指挥司，不单单是为了查军粮亏空的事情吧？
要变天了。当时如果是你拿着大印图样，你会怎么做？会杀了我吗？那个女人对你念念不忘了，反正你现在在我身边，想跑你也跑不了。如果当时我没有把大烟涂鸦给他，这一切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盗墓的？不是不是，我就是来修坟的。谁派你来的？我在这儿都修了10年坟了，是甘大人要求的。虽然甘大人死了，但是我吃的是官家的饭，这活儿我也不敢怠慢呀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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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二，来壶酒。来了。客官，您的酒。好好。哎哎哎！别，客官。李荒吾来了吗？您找他呀？你们要投靠我们马匪，出去。陈总兵亏空军粮以前没事，但巡抚大人来了以后，不知道让发现了什么，把我们的口粮减半了，本来配给就少，眼看要饿死，索性心一横，我们就跑了。几个兄弟被抓，明早就要被杀头了，我回去就是个死。你要不收留我们，你就杀了我吧。下楼领赏钱。啊，谢女侠。当逃兵，这就是下场。姓陈的，你私吞军粮，害兄弟们饿肚子，现在还要杀我们灭口？你个！以后怎么办？饭都吃不饱。对啊，饭都吃不饱。都给我闭嘴！
你说怎么管？你敢反吗？ 陈衣着多行不义，本巡抚已取他性命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从今日起，废除口粮减半军令，顿顿加肉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，大人英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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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群龙不能无首，你们需要一个新的将军。 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念你是个忠臣。大殷图雅在我手里。 我要用它打开百纳苏宝藏，不想国破家亡，就让你们的小皇帝来见我。如果我满意，兴许就饶过你们。这不是条件，而是台阶。你们小皇帝要是不愿意来，那好，我亲自去找他。 冯包以百纳苏作为要挟，所以朝廷不敢正大光明的发兵，是吧？不错。果然，赵大人来这儿，不只是为了调查军粮亏空的案件。你留着陈一卓的命，是为了诱导他克扣军粮，让大家都恨上他。杀了他，便取得了人心。然后，利用配章作为傀儡。 调动大宁指挥司，保护圣上。不愧是京城第一捕快。我跟龙妖暗中一直有书信来往，他说百纳苏的位置，大致范围就在风波镇。一旦万府长打开百纳苏，即便朝廷想要派兵增援，也鞭长莫及了。 皇帝会来，是替身。配章将军会带着皇帝替身去见冯宝。你怎么让冯宝相信皇帝是真的？这是皇帝的佩剑，太白剑。
如果冯宝没有遵守约定，提前打开了百纳素宝藏呢？有个人会拖住他。交谈黑色的墨，白纸一张，一段恩怨说几场，天有明光，地上暗淡，游来游去，少年轻狂，敞开胸膛，寻找真实答案。